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位于陕西省的西安碑林是收藏我国古代石碑时间最早、数量最多的一座博物馆。在这个文物的宝库当中，有一块碑石，可谓是驰名中外，它就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块碑石不仅雕琢得细腻精致，还分别用楷书和行书在碑身上撰写了1700多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字。那么这些文字到底记述了什么内容呢？这块石碑的背后又铭刻着怎样的故事呢？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明朝出土的唐代碑石，篆刻树立于公元781年，它记述了景教，也就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大唐长安的传播情况。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碑文上有着这样一段文字，它讲述了大秦国传教士阿罗本于贞观9年抵达长安，传播景教教义的始末经过。据史料记载，阿罗本是已知的第一个到中国传教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教士，他来自丝绸之路的最西端大秦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那是在公元635年，阿罗本经过长途跋涉，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了遥远的东方，走进大唐的都城长安。那时的唐朝与长安城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之下，历经贞观之治，正在实行兼容并包的对外政策。唐太宗对于外来文明一概充分的包容吸纳，是存一方之教的姿态，也令所有人的宗教信仰都会在长安得到保护。在唐太宗得知阿罗本到来的消息后，便令宰相房玄龄在长安郊外亲自迎接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不久之后，阿罗本被带进了皇宫，受到唐太宗的接见。阿罗本向太宗皇帝详细解释了景教教义，并由此获得极大的礼遇和支持。景教最终被官方准许在长安城传播。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碑文的内容上直接体现着盛世的开放包容，而从碑文的撰写来看，也足以彰显出大唐文化的魅力。据史书记载，这块石碑碑文的作者是一个名叫景静的波斯传教士，或许是受到了唐文化的影响，在行文当中他引用了我国古代史书当中的典故，汲取了儒释道的精髓，写出了一篇精美的历史散文。刻上碑文之后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最终被安置在长安西郊一处重要的寺院大秦寺里面。如今在西安以西60公里的周至县，依然保留着大秦寺的历史遗迹。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这里风景秀丽，也曾繁盛一时。时至今日，原来的寺院已经荡然无存，只有这座后人重建的大秦寺古塔还矗立于此，仿佛在向人们印证着这里曾经的荣耀与衰落。除此之外，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找寻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曾经被安置于此的任何痕迹。关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何时在大秦寺中销声匿迹，还要追溯到公元845年，那是在这块碑石刻立64年之后，一场难以预料的灾难降临了。崇信道教的唐武宗下令灭佛，在长安传播的景教也遭到池鱼之殃，逐渐盛况不再，几近灭迹。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或许被惊慌失措的信徒匆匆掩埋于地下。这块曾经见证过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硕大碑石就这样与世隔绝，长达近800年之久。唐代以后，伴随着王朝的更替，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遭受了多次的战乱、流离与迁徙，已经难以找寻，人们无从知晓它究竟失落于何时何地，
而随着这块碑石的消失，逐渐已经没有人知道景教在唐朝还曾经有过一段传播的历史。直到明朝末年，一个偶然的发现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再次回归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公元1625年前后，在西安西郊的金圣寺附近，一户农民正在建房挖土。有一天，在清理地基时，人们在瓦砾和泥土之中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碑石。刮去碑面上的尘埃，只见上面刻满了汉字，碑底和两侧还有蝌蚪形的翻文。这时，一位名叫张耕瑜的举人看到这块碑石的形制与一般的唐朝碑刻近似，便做了一份碑石的拓片，派专人交给了对天主教颇为通晓的饱学之士李之藻进行辨认。李之藻仔细阅读过拓片之后，最终证实它就是唐代的景教石碑。一时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的消息引起了轰动，西方各国有不少传教士得知后前来争相拓片，并把碑文翻译成拉丁文寄往欧洲本国。日子久了，当地人担心这块碑石会被人盗走，便秘密地把它抬到附近的佛教寺院金圣寺内树立起来，交给寺里的僧人看管。此后，这块碑石长期被放置于室外，在风雨中暴露了将近300年，直到1907年，它被收藏于西安碑林，终于得到了好的安置，并一直存放至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历经了千余年的风雨沧桑，总算被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如今人们来到西安碑林博物馆，总是不忘来到这块碑石的面前参观留影，它就如同是一面巨大的磁石，不断地吸引着一批批中外游人的瞩目。而在学者的眼中，它还被视作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丰碑。碑上的文字目前已经被翻译成多个国家的语言，碑石也已经被复制仿造在世界各地展出，成为人们研究与解读的珍贵史料。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这里是令人魂牵梦绕的文化圣地，这里是令人心驰神往的魅力之都，这里是令人神秘莫测的意大利古城，这里就是百花之城佛罗伦萨。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佛罗伦萨。